Hello， 各位，上班的暗下去。然后我刚刚看完电影出来，是不是有什么想跟我说呢？然后很开心的跟你们说一下，我已经预定到了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首映，不知道多少人来跟我一起去看那部电影。来，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OK， 当然那部电影呢，不是下个礼拜三首映的电影。我已经预定喽，然后我喝的饮料是这个，好久没喝过了。然后录这部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那个印前或者印后吧，很有可能是14或者14.7，反正就说不定了。然后这个日常呢，就是开头就是给各位话唠的一个视频，至于自己的房间吧，两个礼拜就搞定了。对，不说那么多了，明天见吧。明天见，去他的，继续开录吧。不然现在也要去三广，哎，怎么下起毛毛雨？雨来了。去一趟小米之家看有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吧。闹腾了半天还是没有我最想要的一个，毕竟是我用过最好的牌子，那当然就不计较了。我要先去喝杯一和糖压压惊吧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我先去大卡司给我妈买杯奶茶。如果我不买杯奶茶给她呢，就更惨了。Kiss on the cheek or at least a hug in the back rub dipping in the bloom to goom the room lay back from noon to noon where the sun shines on like an equinox as I kick up my feet and sleep a lot you can have a car clothes cold I wanna be alone I'm gripping clutch slipping can't hold on mislaving working saving for too long I'm sticky filthy icky meet y'all gone I'm bailing sailing wrote this song哇，买了这么大一杯，不知道是给我喝还是给妈喝的。点到这杯也是冰淇淋咖啡。好了，这个日常那就告一段落了，下一个日常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哇去，天怎么那么阴。